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极兽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0期的节目，接下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 Leader Class 的 Gavazon。 首先的话呢，玩具的内容物还有一个也是人物卡，这一次抽到的是一个方舟。那它的配件的话呢，除了这个大炮，还有胸前的这个领导模块。这个领导模块的话呢，它的形状是直接做成固定的形状，就这样子挂在它的一个脖子上面。我觉得这个设计还不赖了哦，直接让它有一个定型的一个形象，虽然会晃，但是也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啊。然后领导模块的细节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是塑胶的，然后身上有一些特别做出来的一个战损的刮痕。那么刮痕的话有没有都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比对一下，还有一个干扫的一个污垢的地方。那另外的两个小配件，这个呢看上去呢还好像也有点像太空船，但其实它是一个大枪啊。它大枪的话呢是两手的话呢是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组合就可以变成一把。 OK， 看上去也是有点像太空船了啊，你可以把它当成武器握在手上。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枪的形态啊，切个角度看还可以啊，但从正面来这个换个角度看有点奇怪。那这无所谓啊，这也不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装置，但是变成枪的时候呢，变成它一个载具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功能的。如果你不愿意拿在手上的话呢，说明书呢也是有提供说我们可以扣在后面，但扣后面不是扣这个洞啊，是扣这里啊，你就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插孔，把它给安插上去，就可以搭载在它的一个背后了啊。由于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呢，还是为了用到这两把枪啊，所以呢我们就勉为其难的也把它给扣上去好了啊，虽然感觉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它的这个背后啊，这个履带的部分，这里的话呢是可以扣进后面的这个洞啊，我不晓得它有没有设计成是刚好可以卡进去啊，但是我是觉得扣上去之后呢效果会好上非常的多。再来是它的手臂的大炮，这个的话呢因为它的一个插孔啊，这里有一个孔，这里有个孔，那好像合会的话是插在上面这里，我记得在 Titans Return 的时候它的一个插孔也是在上面啊，就看个人的偏好吧。如果你喜欢它的一个手灵活度高一点，你就扣在这个上臂啊，如果你想要让它跟这个手的活动方向是一致，就扣在小臂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还有它的一个可动啊，脸部面雕没有问题啊。首先讲一下它的一个身形比例哦，初从盒子里拿出来的话呢，因为非常的呆滞啊，就是因为就是很立正站好的样子，你会觉得他的一个头很大，挫挫的。但是你稍微摆一点动作之后呢，你相信这种违和感很快就会消失了。眼睛的话呢也是血红色，面雕啊做的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头部那个球形关节没有问题。这块部件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算是卡住不会动的。手臂的话呢平举没有任何问题，并不是球形关节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二头肌的关节。那手肘的话呢由于变形的需要啊，可以有一个抱胸的一个动作。拳头可以转哦，但是非常非常的紧啊，我手上这一款是很紧的。那内部的话有一个空洞，算是这个玩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这里。还有这块部件稍微有点碍眼啊。那另外的话是变形的时候呢有一块卡扣啊，我觉得磨耗比较快啊，那个到时候变形的时候再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好了。裙甲可以动，变形的时候这一块是需要跟着动的。前面的这个裙甲也可以掀起来，但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脚往前侧踢都没有问题。也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接地的关节是比较有限啊，由于它的一个腿部啊，如果翻到后面给各位看一下，哎，你会发现，哎，为什么它的一个小腿好像分件这么多啊？为什么是这么多破碎零件塞在后面啊？这个到时候变成载具的时候呢，各位就可以更加清楚了啊。它的载具的一个架势呢，一个形象呢，是远远超乎我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呢，是为这款玩具加分非常多的一点。那么人形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唯一的外观上的缺点可能就是这里了。那我们进入这一款格威龙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这些配件啊全部都给取下来，拳头的话呢转正之后把它给收进去，往上啊，这里有个凸，这里有个凹，往上把它给扣进去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这里的话呢解开，然后有个双动关节往前面推一下啊，
这个部分呢，记得把它解开放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再做这个地方的调整就行了。然后呢，这个裙角的话呢，先把它往前面稍微摆成这个动作。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啊，先把腿也给变完好了。腿的话呢，这里的话呢翻出来，然后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翻出来，然后把这两个凸跟凹这里做一个结合，扣进去，两侧呢转过来正对正，然后呢中间有结合卡扣，除了这里之外，它的另外一侧这里也有卡扣啊，从这个地方就两手可能要稍微用一点力啊，上一扣才能够把它整个给扣紧。再来我们进行它的一个背还有这个身体的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背后这个地方稍微解开一下，然后呢手臂的话呢也是整个给拉开，往下一扯就整个扯开了啊，这个地方主要把它解开。再来的话呢，背这个地方解开，然后呢这里也给解开，统统解开之后，这个部分往上推，推上去之后的这个头的话呢转正啊，然后往内翻进去，看到了这里有个凸，它推过去的时候呢跟这里呢会有一个会稍微卡一下，会有一声啊，但是无所谓，卡下去之后这个部件再往回翻回来，这里有会出现一个凸，这个凸跟这个洞啊，这里这个凸啊跟这个洞啊是要做个简单的结合的。再来的话呢，就顺势的呢我们把这一个部件，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往上抬一点点，再来就怎么样呢，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放下来，往前面放下来，然后腿的话呢也顺势往后面推过去，这个地方的话往前面稍微推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把这块部件，这里的话是双动关节，把它推到正上方。再来的话呢，我会建议呢先把后面呢给变形完成啊，后面这一块的话呢，这块部件放下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啊，两侧都有啊，跟它这个里头啊有这个紫色的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里将它给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在这边好，稍微用点力啊把它给捏紧啊，整个一个后半部的话呢就会非常的锁定了。再来看前面这里，前面这里的话呢最这个地方把它给包覆下去，包覆下去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洞啊，看到吧，这不是有个紫色的洞吗，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要记得扣进去，以及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个凸，这里有个凹，刚好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我们先把它给，这里应该是先把它给翻过来啊，到这哎包覆下来，然后呢从这里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两个地方扣好之后啊，这里还出现一个，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玩具的有一个地方最容易损坏的，就这里它有一个倒钩啊，扣进这里面去啊，如果不扣这里的话呢，它的一个底盘的话呢是会晃动的，这里它是应该是要由下往上把它给滑进去，但是呢我觉得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啊，所以有时候我会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卡进去，解开的时候呢就稍微的用一点错开的一个感觉，比较可以减少它的一个磨耗啦，减少它的一个磨耗，这里一样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了啊，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捏紧，整个一个结构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都快 OK。 这里有块部件从这顺势往下推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然后你会看到轮子以及底部通通都有轮子，那因为都有轮子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就是呢把它的这个地方呢透过这个关节还有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就让它的一个轮胎呢能够通通着地为止，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卡扣的，所以的话呢这里也没有卡扣，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弄到轮胎都可以推动可以着地啊，这样子就是它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形象。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的大炮这样拆开，这里有块部件扣上去，主炮扣上去没有问题啊，这里转上去，然后的话呢这里啊有一个这里有个凸吧，这里有个凸，要把它扣到下面，这里有个洞啊，就这样子把它给放下去，这个地方凸跟凹把它扣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有点意思啊，这样扣起来就有一个炮上面挂着一个铁链的感觉，非常帅啊。然后呢这里啊一样是利用这边这个左右两侧啊都有洞，把它扣到这个地方，从这里扣上来，好，那扣的时候当然是扣靠所谓的一个下缘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 Kingdom 系列 Leader Class Gavazon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以我个人来说呢，我对它的载具形态呢
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相较于过去以往的一些 GABA 种的话呢，它多了这两个配件。那我自己会把它脑补吧，这两侧好像可以集中更多的能源给它，发射出来的威力应该会更加的强大。然后呢，这个铁链链子啊，不对，应该讲说这个项链的这个部分啊，套在这里，加上这里又有个领导模块，紧接又是个狂派的标志啊，就感觉的话呢，它的一整个这个反正 power 的感觉是更加的强烈。然后机器人的部分呢，坦白说也算隐藏的不赖了啊，虽然这里是两个。其实是腿，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两个圆筒。那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啊，真的就是你在变形的时候尽量吧，就小心不要去把它给磨平就可以了。那么呢，这个后面的话几乎啊就是虽然看起来有点破碎，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星的载具吧啊，我认为啊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呢是很大了，就是可能这个地方是感觉是真的是偏空，但是其他大部分的角度来看，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载具。然后这是一个 Deluxe Class 的一个车子，L 级的玩具的话呢，做成这样的话，以现在的标准来说，我觉得还算可以啊，但是身上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然后呢，变形也算比较简单。然后其实，但是它的变形其实还是蛮有想象力的啊，就是部件的拆解的话呢。可能我刚刚只花了五分钟把它变完，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其实呢初拿到的时候呢，你要自己去摸索出这个变形的一个样子，还是得花一点时间的，但是记忆点还是比较强的。那后面这个卡扣啊，我觉得就不是卡扣，后面这个地方这个折过来这个部件，我觉得对它的稳定度提供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还有轮胎。 OK anyway我个人来说，人形我反而觉得还不赖，但是载具的话呢，却让我觉得本来不是很期待的一个四不像的载具呢，没想到看起来这么样的杀气腾腾啊。好吧，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但是价格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是第一时间入手，还是偏高了一些。未来如果还有打折的话呢，这款玩具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那就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